多啲公開咯，其實想揾多啲錢啊！揾多啲錢啊！啱啊！呢排樣樣都貴，係人工都貴過，唉，冇計啊，真係。我想問咧，今年有咩願望啊？今年揾多啲錢，揾多啲錢，即係升職加人工嗰啲啦。今年想揾多啲啦，最好就財務自由咁樣啦，係咯。我嘅朋友咧，我覺得愛情比較重要過金錢。O、okay、K， 自己希望可以同個屋企人去旅行。哇，好好喎、啊，你請？梗係想啦，梗係想啦，身體健康啦，身體健康。我相信咧，你今年一定會身體健康嘅。咁咧，不如送多個願望俾你。嗱，睇呢度先，呢塊板上面咧有24格，有6個唔同嘅願望。有冇邊個啱你㗎？你覺得啱心水啊？呢、這個啦，儲錢飯一步。儲錢飯一步，係因為我儲係啊，平時就。唔係好儲錢嘅，梗係呢個啦，儲錢快人一步，仲要靈活使用資金，個個都想，我覺得超輕鬆旅行啦。哦，平時都中意去旅行喎。係啊，儲錢咯，去旅行都多啲可以去旅行啦，而家開翻關。希望你達成嗱，陣間你轉個輪盤，睇下你轉唔轉得到先。好，交俾你。好。都有去旅行啦，係咪？啊。咁你幾時買旅遊保險㗎？多數就是去之前嗰一下 ，last minute 先嘅。係啊係啊。OK， 有冇試過幾多做埋真係？都有試過嘅，即係如果係一啲近嘅地方，可能台灣咁樣就可能我唔買咁樣咯。哎呀！係啊，下次記得買翻喎。OK。超輕鬆旅行。咦，好啱你喎！如果你去泰國嘅咧，仲啱你添，因為如果泰國咧，你 scan 個二維碼咧，你就可以即刻跨地域俾錢啊 ，perfect 啦，係咪？儲錢快人一步。OK， 點解呢？因為即係有陣時咧，你儲錢嗰啲可能定期咗，你冇得隨時咁樣拎出嚟。但係呢個可以唔使箍死咗喺個户口入邊咯。咁我會覺得好似好啲。如果你將你嘅出糧户口轉行生，多咗一樣嘢就係將你嘅儲蓄户口咧有6% 年利率。6% 咁多？係啊，自制 bonus 俾自己啊，係咪好開心先？喂，正喎！我見有啲網上銀行都係得1-3% 咁樣，好高噶啦都。講秘密俾你聽啦，如果你 join 埋我哋恆生 Payday Plus， 其實呢6樣嘢咧，你都一次過攞曬，可以即刻輕鬆理財啦，好自在咁去旅行，開唔開心？開心，開心。希望你嘅願望今年達成。